让我们有请一号、五号、六号，开始你们的表演吧。三位，三位，来嘛，三人一台戏。小乖小呆啊，哎，哥，来，哥，酷哥，我给你保证啊，哎，酷哥，酷哥，您说，明天的艺术节，咱蜜桃话剧社一定能够拿下大奖，到时候我就证明给我爸看啊，我选择是正确的，酷哥说，我就是一个话剧的天才。酷哥你慢点，酷哥说的对，真的，我们有酷哥一定必须拿下大奖。对，哎，哎咋，哎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，你在干啥？哎呀，你看那是谁，怎么了？我好像看到了三个人，我往那边看呢，你往哪看？那三个人，哦，那天三个混混啊，我还敢来，我说了不要看见他们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哎，慢点，别激动，他们是之前找你麻烦的混混吗？就是他们。哎呀喂，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？不会是来报复我们的吧？还敢来？别，那就别怪我在。教育正，哥，别冲啊！酷哥，慢点。这样，哎，拦酷哥，等一下，别拦了，要不啊，就让这个仇让他报了吧。好，让他去吧，就别砸挂了吧。按词儿说吧，还是小呆说的没错。哦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。明天就是艺术节了，可别在这个时间点做出来什么事情。对啊，那算你们走运啊，算他们走运。你们走。哎，你们走那么快，你等等我呀！你自己不跑，你怪谁？那个人怎么有点眼熟啊？小柯。那三个人在追赶小柯。公共电话呢？喂，是警察吗？我要报警。我刚才看到有三个混混在追一名高中生，就在艺术节营地后面的迷雾森林里面。跪下，开始痛哭。痛哭，你把层次升上去，加了痛哭。痛哭，真的很没用，我就是一个胆小鬼。小柯，千万不要有事情啊！好。感谢所有人的精彩演出。